你们说了，那请客的，你两的驴下两腿大腿的，俺们老丈人旁边，不是说，反正放生了一天，你看几天了，马上五点了，终于从八月份开始收，哎，那边啊，这边哈，啊，八月份开始是不是来了？来了，终于钱了，是不是？不过买这个房啊，俺姐心里边最满意的是人家这个小区，还有人家这个位置啊，好有范了。 上去了，开开，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摆完了。那个弄完了，是吧？儿子上好了，俺侄上好了，千万那个，哎呀，对，还得赶紧你。赶紧我俩。你陪着这个地儿，陪着。我指着个建议，我建议。你这个建议真棒。我五一，你妈的，我天天提到这个。不是你高兴，你看你爹，你看俺爹这脸笑了，开花了都。没啥，等我这孙子来，等我。别去外面陪着地儿待着呢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好，去吧。呀呀呀呀！ 我不听了，这还是放心的。快点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，快点，这老了不行了，不是了，不行了。没啥，给他找点好房，他现在不能忘你了。我干。找点我。嗯。在妈妈这里，这房找点好房，他现在在好清呢。在建宁买房的时候，咱都没开着，其实这个地儿也挺不赖了，而且咱这个没干这个事儿，就还没建呢。 哎，俺没见着，还见没见着，哎呦，我了，他一人过来吧，他这看着，一个一个叫俺娘啊，俺娘说门口设施真棒，今天你今天俺爹，爹让俺们下楼玩玩的，对对，今天就发现了是吧？哎呀，俺爹这人脸直越起高级，行，李先生，咋咋咋？在那儿赖着了，看，不是。 进去的，进去刷的呀。进去。你看，你看这啥？这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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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
个直播解锁。不是小弟，我说的。呀，海尔这十二楼往外开的得劲，不高不低了，再高的话，像我把这个运高了，然后底下开一点挺害怕的，十二层是不高不低正好，啊，东门稍微看一点都是山东地界了。呀，如果是十层左右的话，都是光看别人放井了楼顶，看不见外面光顾的地方，十二层还不错。开这个住啊，但是十二楼它是个好楼层。嗯，真的。不高不低了。啊，往年住开。特别舒服，特别舒服，也不是说特别高啊。嗯。挺好。爷，这位，你家住几个号家？就是吗？我家房子呢，五层二楼，没有家的。那最高是盖了，上楼了。第二咱这个生意呢，它并不是那么好。嗯。还有说点这个家的，不是？不是，你给我住五层二楼，俺咱地儿再好。你要给我找个二楼房间，你设计一个房间。然后就给人家拍一个卫生间。啊，这个卫生间，这个小次卧，这个小次卧也是比较朝阳啊。嗯。这个客厅。这楼层啊，还有这个小区都差不多，唯一的都是不满意的，可能就是个格局稍微差点人意，差一点。他反正不是那种特别的一个。对。成都的话。嗯嗯。但是俺在那个条件儿，这是最看的那个高硬件儿，这是最适合的。很适合低配的。嗯，他主要想着当婚房了，然后这个小区比较符合他的条件儿。现在小区吧都是期房了，还等好一年。嗯。嗯。嗯。其实有一会儿不要听别人说啥，买人那好，家认为那是最好了，自己家来听朋友，我俩听别人说。哈哈。你们在这里边儿，大家都说哎，说这边楼层。他们干的时候很牢固。嗯。啊，这媳妇儿终于踏出来。对，期待着他装修了一点吧。一点点慢慢装修吧。他爷爷先该装修了，他爷爷有的生意大部分都装修费。嗯。啊，真舒服。我刚才也说了，从这儿往外看，都能看出来广阔的天地。太舒服了。你要是七层或者十来层以下的哈。
他看了就别人的像这样的别人楼顶了，看不到外边了。这上次不是那个七层，是那个十七层，不行啊。确实，一个太高，一个太低。然后。